兄弟们，有大哥直播买车了，175级的南天青号最低多少钱？破血狂攻，永不磨损，给兄弟们直播提一个，这啥车啊？这 A6 吧。A6 来了，哎呦我去，还是他妈永不磨损加破血加变身啊！这个狮驼岭在他和飞王之间，你们都不太好选。哎呦我操，51力的永不磨损，我日啊！永不磨损不打太阳石，初始伤害652。给大哥们直播提台车啊，助助兴。哇，我靠，任务的话都是带三属性灵士，暴力。双伤害一无暴暴力，哎呦我去，这个狮驼岭全是科技啊和狠活。907除以3加652啊。13再乘以个25啊，再除以个3啊，减去108.33啊。这把武器啊，这把武器是846啊，这把武器的话初始伤害846的超级永不磨损，而且是大镰刀啊，看起来帅气的一批啊。我们就只算装备就好了啊，只算装备的话，这把武器的话846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能值上一个75000块钱啊。帽子的话永不磨损加破血加变身，帽子的话本身就得4万加，4万加加宝石的话是5万加，5万加套加套装啊，53000啊。腰带的话永不磨损加变身啊，变身和碎星诀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点了啊。8000应该够了啊，永不磨损加变身的鞋子啊，应该得上万了。项链的话，野兽之力啊，加变身啊，估计也得上万了。衣服的话是51力啊，再加变身啊，这个得一个178000啊，没啥问题。零式的话，这个的话4000加3000啊，7000再加500，这个零式7000啊，500啊，没啥问题。零式双伤害一误爆啊，这个的话能卖成一个7000啊，500。戒指的话会更狠啊，戒指的话应该是上万了。双伤害一物爆的话，140的话是10000多，130、120的话伤害还是爆了的啊，估计也能卖成个13000啊，再加上一个500啊，这是装备的钱。再看一下宝宝法防电魂闪啊，8技能连扇啊，以及7技能极限高攻高速。